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，我真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从上水飘下来的？幸亏啊，你当时死死地抱着一块破船板，我水性好，真是你的造化呀。大哥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以后我也好报答你啊。大号李碾子，这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。要说报答，那就不必了吧。我救你，是因为我们有缘分。缘分？是啊，我们这儿烧供鱼客有个讲究，凡是河漂子，不论死活，都得捞上。什么叫河漂子？你就是河漂子啊。葬身在这大河里的人，有几个是善终的？十有八九身负冤屈，无论死活，捞上来都是积德行善。捞着活的，是缘分；要是死的呢，赊领块草席，卷吧卷吧，就地埋了。也算是入土为安了吧。碾子大哥，我真幸运遇到了你这样的好人。可你为啥把我锁起来呀？我们这儿还有个讲究，要是在河里捞上来的女人没淹死，那就是河神送来的婆姨。你知道这个缘分了吧？我当然得锁着你了。你要是跑了咋办？得等你答应同我圆房了，我才能放你出来。碾子大哥，你救我本来是个善举，你咋对我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善举，那也不能坏了讲究，坏了习俗啊。再说我光棍多年，穷得一直娶不上个老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就是给你换了一身我的干衣服，绝对没有碰过你啊，我发誓。大哥，你先把门开开，你听我跟你说。除了答应圆房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还像前儿个一样。你安心在屋里睡着，我睡长渊，守着你。碾子大哥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叫你过来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想明白了。你说我这命苦不苦？随丈夫走亲戚过大河翻了船，流落到这儿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。你昏着时老喊一个叫龙远红的，莫不他就是你男人？也许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是吓唬你啊，我在这河边几十年了，落水能活着爬出来的除了你，我就没见过第二个。幸亏你遇到了我。碾子大哥，我认命，你要是中意我，开门进来吧。你哪是和珅送来的婆姨啊？你是个女煞星啊！哼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八路。别说你一个打鱼的乡野汉子，就是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我都见过。啊，找杀！可你刚才那个小媳妇的模样，哪像个巾帼女侠呀？我上了你的当了，我。我说我还演过文明戏呢，你信吗？信，我服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哎，八路姑奶奶，你该不会是想杀了我吧？
我可救过你啊。那要看你老不老实。老实，老实。八路奶奶，其实我没坏心，我就是想讨个婆姨，好好过日子。你别不信，我要是真有坏心，那你昏着的时候……少废话，告诉我这是哪儿？柳林渡。离高兰有多远？够远的，百八十里地吧。嗯，